比如说女生常常穿高跟鞋啊，或是穿就是肩颈会酸痛的时候，我就会用这个，就是我一定会带的低周波治疗器。低周波。对，然后它是一个电，它是导电的。哦。可是谁的肩膀？哎呦。好像做。贴动脉跟脸，可是应该是不会怎么样，因为它有一到十级。我平常都贴脸呢。你想要贴脸？对啊，阿达来试试。因为它不会减肥，但是它是会运动，比如说运动脸、放松啊什么的。然后有时候我会贴肩膀，可是在外面的时候就是肩膀会就是这样，会动程度吗？就会这样。然后那时候会觉得很丢脸，就是戴耳机就不会，就觉得要享受音乐这样。然后他追求是只是运动你的肩膀而已吗？就是可以放松。可以吗？先开强一点。好，最强是多少十啊？十，现在先四。先四。有吗？有开始有啊。哦。要不要再强一点？强一点，再强一点，再给我感受一下。你确定？会不会有点刺痛？哈哈哈哈哈。你这次没有没有没有，我现在完全放松。我现在讲话你听得清楚吗？我现在 rap， 现在 rap。然后我现在牙龈好，牙龈有点紧了。念一下刚那个英文。1, 2, 3, 4, 5, 6, 7，我会随着他的。一直的话会忽然就变快，哎，跟着老师动起动，对啊，他会有他的那个频率，就是，哎，是会痛的吗？这个不会，其实，可是这不弄，弄完到底会舒服吗？要不要再强一点？可是弄完不是感觉更累吗？你这个不会，他们能再强，现在到了，你要再强，还能再强，确定，现在是几？这次先去几的？我去，现在几了？现在几？十了，烦死了，你让我。可以在你们饶舌的时候戴，不会不会，我用。对对，我觉得真的这很不好舒服。先轻一点吧，一。啊，好紧张。有吗？有吗？一而已，一而已。啊，好无助。有在动啊？有在动吗？动有啊，你在动啊？啊，可以更多没关系。强一点，强一点。你在动哎，徐熙娣。我在动吗？爬屁呢？对啊，爬屁。你在抽动哎。我好不甘心哦，我竟然没有控制住。对啊，可是舒服。有被电的感觉，现在不是在想，你还要强一点，还要强。你把背对镜头，可以看到你抽动哎。对啊，会电吗？你看，可以看到它的跳动啊。有有。好正，不要这样。好，那好酷哦。好无助的感觉。到底是舒服还是不舒服？很爽，很爽吗？很像有两个很拇指很深的在抠你。所以你就是。好了。太重了。所以你会想要来一个吗？我觉得还蛮爽的耶，真的可以帮助你消除那个伤害。到你那个肌肉很深的里面，两个很奇怪的地方。可是你不会很害怕吗？就是一开始我想说怎么会失控到这种程度，可是久了之后你会觉得里面有一种通通的感觉。有没有问题？会不会上瘾什么的？不会啦，它就是比如说我腿酸，穿高跟鞋腿酸会弄腿。那有时候可能女生有些人会便秘，就会弄肚子，然后上面有它的那个穴位嘛，当然推销。你会不会把它弄？可是还蛮好用的啦。会不会把它弄到拆掉以后，它还是不由自主的抽动？不会，因为我现在这边还感觉怪怪的耶，好像没有。他现在只是在运动完的放松，过一阵子就好了。然后我现在在做一个实验，就是我把它贴在就是胸部旁边的穴道，看三个月之后会不会有效果。现在可以试那种贴给我们看啊。有点困难，因为所以我刚刚贴在脸上，不是你平常贴在。湿纸巾擦，因为你如果贴在那边，就会很像有肌肉的男性在抖动他的胸肌的那个情况。对，所以要在家里用。所以有人亲眼目睹那个状况吗？没有啦，在家里。这不会激发你的斗志吗？我没有在追求大胸部这件事。坚挺的感觉，就是适当就好了，也不是说要大，就是运动它这样。徐威老师有没有很心动？你可以一边上课一边这样。我不要，写错字吧。